班又要按摩胸部了，东按一下西按一下，隆乳的女生就是这么的辛苦。哎呀，好痛啊！哇，我的天哪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疯女孩芊芊。我是形象风格师芊芊。感谢我爸妈生了一个天生爱美的体质给我，该整的地方都整好了，所以不用担心素颜会丑到哪里去。每天8点的时候一定会起床，因为想到10点要上班赚钱养假奶。当我起床的时候，都会像虫一样的扭。我家的沙发就是我的床。一大早我就要洗个澡，在洗澡的同时，我就会发愣一下，享受一下冲头的凉爽感。还好我的脸都做了眉眼唇，就算碰到水也不会花容失色。刷牙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口吐白沫，所有的白沫我都一定要用满我的口中。早上起来，我都一定要喝一碗黑黑的东西，这不是咖啡，是中药。因为我的胃非常不好，所以妈妈都会煮给我喝。我会像老人一样在喝药。起床一定要上厕所。顺便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蛋黄拖鞋。我要从我的衣柜里找衣服了。我的衣柜怎么找，我还是穿同一件。基本上5天都有3天穿这件，没有变过。因为这件衣服我有5件，我很喜欢穿这种紧身前凸后翘的衣服。因为胸部是假的，所以我必须要显现我的身材，不能浪费。还要练习我的脸，张嘴闭嘴露牙笑一下，自拍一下，自信喊话一下，太美了。换完衣服，我再把我刚刚那很苦的药喝完，接下来就是要按摩我的胸部了。东按按西按按，按一下压一下扭一下手转一下， OK， 好像感觉不会那么硬了，软软的。不急不徐的出门，爸爸会载我去上班，我会看天空，然后听爸爸一路讲的话，可能也没在听，就这样安全的到了店里。这是我的运动绳，每天都带着，但只有拉过一次。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邋遢的女孩，也很大拉拉，不过没办法。我早上洗头有时候洗不干净，我就用干洗发粉再喷一次，让它蓬松一点，让它感觉很干净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梳子。我很感谢我的父母有伸头发给我，让我可以梳头。虽然前几年我还有去植发。我每天工作的小乐趣就是看这台扫地机器人在撞墙，东撞一下西撞一下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也是这样横冲直撞的撞到现在。打一下资料，但其实我平常不碰这些资料的，都是我同事在帮我处理的。我工作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，东做一下西做一下，都是一样的事情，从白天做到晚上。下班又要按摩胸部了，东按一下西按一下，隆乳的女生就是这么的辛苦。哎呀，好痛啊！哇，我的天哪！为了省钱，所以不找其他按摩师按，我只能教男朋友怎么按，让男朋友来按，但是他也乐在其中，按得很开心，这也可以增加我们两个人的情趣。按完之后，我自己也会在旁边拉筋一下，让我比较舒爽。早上爸爸当我的工具人，晚上男朋友当我的工具人，回家弟弟当我的工具人，吃我弟弟煮的饭，过完一天的行程。